为备战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在成都双流基地封闭集训45天，每周6天训练，1天休息。而每到礼拜天，张楠肯定还得拉着体能师来练练房。对于奥运会上，张楠的混双是头号种子，男双是4号种子，两张门票，双重责任，只有对自己更狠一点。4年一届奥运会非常的难熬吧，因为其实这个4年当中你变化会非常的大，不希望说给自己4年一届奥运会去留下遗憾吧。他是个很勤奋的人，是一个很较真的人吧，就是说他就没有练到自己满意的或者不让自己满意，他一般不会下课，练的都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我经常都会担心他会练过练伤。从去年年底伤病非常的多，所以我需要去控制伤病的情况下再去训练，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非常烦恼的一个地方吧。最主要的就是把握好这个节奏啊，要练到还不能练过啊，不是说你想练是吧，我们就一味的练下去，这样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过度训练。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让他收着？要收着点，要控制，要掌握好节奏，跟打羽毛球一样要有节奏啊，不可能一味的快。从8岁学球开始，每天张楠都跟成百上千的羽毛球一起度过，这是他的寄托，他的陪伴。小学没打羽毛球之前是想当科学家嘛，如果打羽毛球以后就想当奥运冠军，我没想到说22岁自己就能达到那个高度吧。22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站上冠军之巅，张楠由衷感激搭档赵明磊，云南组合也并非昙花一现，此后他们长期占据混双世界第一，最近2届世锦赛又分别登顶。你身边有一个这么好的搭档，你没有理由说比你优秀的人在努力，你比他们去偷懒吧。6年当中他都在兼项，因为我这侄子才兼项了1年多的时间吧，我觉得确实他的意志品质也好，包括他的心理素质也好，他其实算是一个大心脏的人吧。场地上他会给我很多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他给我来说会让我们的球路更加活，我觉得这是让我对我的帮助最大的地方。那我觉得我在场上的作用就是在张楠在场上显得急躁或者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帮助他去平复这样的情绪吧。每一天都和张楠待在一起，你会激励自己说可能需要再做得更好一些吧。除了混双的一枝独秀，张楠还和傅海峰联手征战男双赛场。历月周期，中国男双实力整体滑坡，奥运积分赛12个月里只有张楠傅海峰一对组合在世界羽联超级赛中问鼎过。张楠他很优秀，然后每天训练都非常刻苦，我觉得带给我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吧。所以说包括我为什么我现在训练练得比以前多，就因为他带给了我很多东西。当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很多人会拿张楠和傅海峰的前搭档蔡赟去做比较，但毕竟南风的2年磨合难以跟风云的10年聚散相提并论。我跟蔡赟经历这么多年了，成绩也放在这里，我也不希望张楠去自己去跟蔡赟去做比较，因为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性质，他自身还有混双呢。那你不能说拿蔡赟的混双去跟张楠比吧。抽签也决定了他两项对他难度有多大，因为如果是一天打2场，那我想那对他的难度就会非常的大了。因为从11号比赛开始到20号结束有9天的时间，如果比这个比赛男双和混双的抽签以后在出场顺序上和比赛时间上如果安排的更合理的话，更科学的话，我想这个体能的问题就对他来讲不是障碍。在混双这块，因为他是会有优势，如何他节省他的体能和如何打得再干净利落一点。然后在男双这一块，他想省力也省不了，因为男双不是说你想省力你想放慢节奏就可以的，因为这个两个男的对抗的速度和强度都是非常大的。有人做过统计，兼项的时候对于球员体能和精力的要求不是两个单项之和，而是1+1=2。张楠用吼叫用汗水解答着这道算术题。时间所剩不多，他期待着，他
准备着。平均这一天要换多少件这种衣服？要勤换的话，一般一天一上午应该是三件吧，一天六件。啊，门立起来了。跟治疗比起来，洗衣服还真算不上让人头疼的事儿。而说到羽毛球，没有享受，只有坚持。还没到享受的阶段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我很年轻，我一直觉得还做得不够好吧。你既然很热爱这项运动，你很难跟他说再见。所以说我希望我的运动寿命可以很长很长。